饭来了？对啊。什么好吃的呀？哎，他胃不是不好吗？少吃点外卖。哦，那个，那你吃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说好了，定完稿以后你再走？你先吃饭吧。行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你趁热喝了。对了，晚上我要加班，就不回去吃饭。我知道，好好照看你的鱼。